迷你世界你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去搜索迷你世界最最最最最最难听的名字，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看。伙伴们，你们先把你们遇到过最难听的名字打在评论区好吗？等会儿我让你们看一下，你们遇到过的肯定没有那个名字难听，你信不信？你遇到过最难听的名字叫什么？打在评论区，谢谢。伙伴们，众所周知，在游戏中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起得特别好听，对吧？你也可以把你的名字打在评论区，伙伴们。当然了，让大家来看一下你的名字好听吗？有一些人，他们的名字却起得特别难听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难听。今天我让你们看的就是迷你世界最难听的名字。今天呀，我的粉丝小红告诉我说好好听的名字，我点开一看，吓我一跳。伙伴们，他把迷你号告诉了我，所以我搜索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大家看到千万千万千万不许吐，吃饭的千万不要看。这个人的名字叫，哈哈，伙伴们，你们看到了吧？他的名字叫，哦，太难听了吧，伙伴们。这是你们见过最难听的名字吧？